拥抱大自然哈。哥，你平常听什么歌？我都听，都听。对。你再问我一遍。哥，你平常听什么歌？时代少年团。这一站要帮小丁实现他的愿望，白天可以在河边捉鱼捉鸡，然后去买点鱼和鸡放在那儿让他捉，买了鱼然后再给他放生是吗？这个鱼还好说，鸡怎么办呢？鸡我去哪给他弄呢？河边怎么会有鸡呢？好问题啊。好好，拜拜。我们点了好，哎呀对不起。好的，你别发了，专心开车吧。Over。是谁在讲话？姐，姐，有人要住下边也可以。是我的眼。我的眼。嗨。回忆昨天那一场大雨，搅得我们像个落汤鸡。我们冲去蹦在哪儿啊？啊？冲，哎，冲去！我没有见到那个东西。哎、钉子、锤子。哎，锤子拿了吗？不在那儿，在那儿，在那个袋子里。在这里面。It's here。锤子呢？不是两把吗？好几把的吗？不是。哇，这是啥？锤子呢？锤子呢，哥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个棍儿，这个是不是需要棍儿啊？这棍儿在哪儿啊？什么棍儿？支帐篷的棍儿。那个黑色的棍儿对吧？啊，我们拿了，拿了，黑色的一节一节那个拿了，没拿上来。我终于理解，卡莉姐为啥会晕车了。嗯。但是其实我还好吧，在路上。我知道怎么样，一会儿呢，就扶着他。能打多少打多少，所以你看我现在不是扶着吗？